放在夜宿，金锁在家里睡啊，单单的金锁。怎么可能第一次约会就穿四号那种？对，约会不是。喂，谁啊？王琦。知道他真正年纪吗？哇，我们艺能界是没有秘密，他无所不用其极的女星时装秀。警察林姐，真的，然后再配合上刚刚那个走廊，有没有？好了，各位，大家千万不要忘了，他们刚刚那一套都是他们的衣服，好吗？一二三四五，对，红灯误闯也就这一位，你要盖章盖好了，不要露脸了啊！三位请坐着聊啊 ，OK， 选出来最想联谊的对象。好了，我跟你讲，我觉得我也是四号，那我们太期待了，平常不会遇到这种这么好。好，拒绝往来户是哪一户？来来来，拒绝拒绝，我不是二就是五啊，二一定老，二真的老了，我二啦，二我也二，你呢？二啊，那我们就好，二真的不最想的是四号，最不要的是二号，二号的现在最不想要往来的拒绝往来户就是我们二号，对啊，哈姐，哈姐，哈姐，最想要联谊的对象就是我们四号，来准备。给你们联谊了，好，来，各位是拒绝往来户先看了，二号，给他拒绝一下，二号，好不好？明明人家好好的，对啊，勾追勾追，那选二，二完了，哈味的哈密瓜姐姐，嗯，嘿，天哪，天哪，太犀利，哎呀，哎呀，淘汰，淘汰，淘汰，哎呀，真的淘汰。确实真的就是还是一个少女，该有都有了。因为他这个工作场合拉拉队里，对呀，年轻活力，拉拉队里面勾心斗角，对，哎，对不对？随时都有新妹，新妹一来，随时都有新妹。老妹就在想，哇靠，会不会下个礼拜我就没有，没有就没工作了？你已经退休了吗？哎，还没，但有官宣了啊，没有啦，没有啦，就是有觉得好像有这样的计划了，因为新妹太多啦，就不跳了。你转到艺能界，我们都比较认为你是艺人呢。啊，真的吗？对呀，当然啦，不见得是拉拉队嘛，对呀，都可以的。好了，没话题了，没有。草草结束，对不起，比刘璇还要草草结束，对对对。除非你有东西要推荐我们，有没有？我们才想聊。实时说拿出来，有没有？讲一下我的衣服啊，有没有实时说穿搭吗？还好吧，你的穿搭，对，哦，你的穿。其实不是，哎，联谊我穿这个透明的，你知道，就是人家会这样看一下，想说，哎，里面好像有东西又没东西。哦，若隐若现。你这个坏就是坏在有穿这件小可爱。我跟你讲，这个就是重点，重点就是说我今天喜欢这个人。联谊连到一半，小可爱会掉下来。哎，如果觉得现在不可能，你可以示范，你的掉不下来。对啊，因为掉下来了是我的。我曾经有录到一半，然后小可爱，对他不用看到喜欢的人。一号摄影师为什么一直偏着？他不想看，突然看到露露有四颗奶啊！你是的小可爱变成二头变四头，以圈的穿着啊，他始终如一。哎，他算是少女啦，一直都很可爱啦。对啊，而且我喜欢穿比较合身一点，重点是因为我比较小只，像这一套啊，就是像我身上穿这套，它就是有胸，然后又有腰，又有比例，看起来就好了。对，哎，这对啊，这几个穿搭嘛，不多聊一点。对啊，怎么可能第一次约会就穿四号那种？对，不可能，怎么可能约会？大家很期待四号约会，不是？喂，你怎么是见面？好了，因为真的不可能第一次见面，是不是？谢哥，你说说看，我们要恭喜人家。来来来，压着压着，对，最想要联谊的四号对象，哎，二。
道他真正年纪吗？哇，我们艺能界是没有秘密的，他没有秘密，知道了，三十三十七，三八，紧绷，再来，紧绷三八，三七三八，各位，哇 ，47。什么头发？四十七啊！上面不是写四七吗？紧绷三七吧，三七就好。紧绷三七太夸张了吧？哎，谁写的？四七了，不是这个有点太夸张了。没有，我三十七啊！隐瞒了多久啊？吓我一跳！我写了四十七岁，四七这样，四十七一定要东西推出来，要就美魔女了。四十七岁这样，我才可以。对对对，她是一个女生当中哦，能够让人家觉得哎，在一起是好玩有趣的。好玩有趣，她真的好玩有趣，太强了。很强，她很强。走路很好聊天，她也愿意配合你。如果你是她喜欢的人，是是是，什么样花招她都出。你怎么会知道啊？干嘛？你怎么会知道？你有研究啊？怎么会？哎，她怎么会知道？等下宪哥说花招来讲，其实熟女的花招更多。哇，语文的花招，我也算是熟女，但是你三，我比你多了。十年的练习，而且语文的花招特别多，他是练瑜伽的，瑜伽哇不得了，王琴有话要告诉你，十年的练习，他一年就抵过你十年的知识。我们一般这个联谊以前不是都摩托车抽钥匙，有过这种经验吗？我没有哎，没有。我们大学的时候没有办法。我们以前都会抽钥匙，那时候都会很紧张。还有铅网，对，因为有时候一抽到，我曾经一抽到哇，恐龙大概有90几公斤哦，然后坐我后面，我差点仰头，我直接说哇，我说这一段路风沙很大，我就到全罩式的安全帽，而且从头是所有不聊天。我们那时候真的很流行抽钥匙啊，对。你这个年代有我们都有，你有抽钥匙，有啊，我们你有车给人家抽，有。开玩笑，我那时候有啦，改装的挡车。对，而且那时候我们抽钥匙，我们那时候我们还如果再到正了，我们还故意刹车，让他撞到你滑过来。如果他的身材很好的话，我们回家还要贴小龙板。真的是老戏骨，老戏骨，真的最佳女主角，没想到今天是王琴，王琴平常可爱啦，可爱可爱，走秀啊。哎，你的穿搭怎么样让大家喜欢你？我觉得真的是有点小心机，像宪哥讲的，真的小心机。因为我毕竟也是就是轻熟女嘛，小姐姐，小姐姐，没有四七，没有四七，对，我是小姐姐。那如果今天，因为我之前大学没有联谊过，我要联谊都是那个上节目联谊。那我觉得联谊的时候要凸显自己的优点，对，因为我的身材就是属于有曲线的那种，所以我是曲线的那种。你们都可以，露露，你真的没有，真的没有，没有曲线，好，因为我也是会小自卑，就是我的年纪的关系嘛，那我一定就是要有点小心机嘛，我要凸显我的优点，而且呢，女生就是我自己感觉要让人家有点价值感，哎，就是我让你觉得我有点征服欲，男生会有征服欲，要征服你，对，而且我这样，他会觉得我带出去有面子，有面子，没面子，没面子。这个是战袍的部分，再来，就是我平常约会穿搭的部分，这也是我的小心机之一，就是我觉得女生的一些小配件，用一点就是价值高一点的东西，是这样。今天如果你约会的是个滴滴，就是年纪比你小嘛，因为我这个卡在中间嘛，有常常会遇到年纪比我小的，对，然后呢，这个就是，哎，你这个都被抢掉了，真的感觉去上班。你遇到年纪比较小的弟弟，或者说他社经地位不高的，对啊，没错啊，没错，你就让他会觉得说，哎，
姐姐不但可以照顾自己，还可以照顾你。别人对，然后如果你遇到年纪比较大的，或者就是能力比较好的人的话，有古董这种的话呢，古董再多送你，你就是会让他觉得说，哎，我要好好对待他，我不能亏待他，因为他自己也可以照顾自己。对，所以这是一个很实际，就是我知道我现在就走实际路线这样子。哦，而且你看你讲了这么久，吴以轩想说，我刚想聊穿搭，没人跟他聊。OK 了。